所以昂代其实他的那个他应该都有想过说我们会走的路线，所以他会给你一个特别快的路径。像你看那个 Elvis 他的实验室下面就是那个可以让你快速的传递到一些地方的东西，所以他应该作者都有想好说这样子会比较方便啦。那个门没有那个信箱 Slider the end letter 啊，我们要滑那个信下去吗？你觉得嘞？ No。 有 Killer 那个你让这个信更温暖了，会不会烧起来啊？好啦，我们滑进去啦。 You slide the note and give it knock， 你那个把信滑下去然后敲一下门，点点点。 Oh no, is that another letter？ 这是另外一个信了吗？我不想要打开，如果我滑出去，他内心戏很多欸。不，我不能做这个，我一定要读他。这个看起来他粘得很强壮啊。等一下哦，他要开门的意思吗？如果这只是个玩笑哦，他看到我，是他该不会会认为说是我寄信给他吧？如果昂代那个昂代没有署名上去是他写的话，那他根本就会认为说可能是我在告白他之类的。我天哪、啊！那就完了。你写这封信吗？这他没有签，他昂代真的没有签名，所以我没有那个。是啊，真的是认为说是我写给他的、欸，这好可爱哦、喔。And I have no idea。然后我也没有头绪说你这样子写，这真让人惊讶啊！因为他之前不是跟我杀，就是跟我说那个你一定要去 kill 那个 Esco， 然后他就跑走了。所以他本来是对我很抱歉的，可是我却写了这封信给他，他是认为是这样子啊，所以。他觉得很惊讶，我真的觉得我是不该被原谅的，而且这是充满热情的、啊，你知道吗？好啦，我会这样做的。昂代到底写什么进去啦 ？This is the least I can do make。不要吧。结果那个 Dr. Elvis 真的要跟我约会了。Dating start。我自己知道跟多少人约会啊。欸。Oh, sorry, I'm still getting dressed. 我还在换衣服。超级不习惯。他穿这样子根本。因为他之前都穿实验服啊。怪哦。好快哦，不舒服。我看起来怎样？我的朋友帮我选的这个 dress 是不是又是 Elf 那个 Under 帮你选的了？他有那个很好的，随便啦，我们来做这个吧。Dating， 哈？我们不能那个开哦，你很烦欸。Dating stop. I'm gonna give you items to rest. 我要给你一个东西去那个上升你的感情指数。也是哦，哪有约会想那么多的啦 ？Right? 不要担心啦，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存了一堆礼物，就是为了对付这种 date 了。第一个，我拿了一个 metal armor polish。为什么你要给我那个盔甲用的东西 ？Maybe， 你不能用这个。可是我还带了一个防水的 cream for your scales。为什么？How about the magical spell？ 这个你要给昂代啊。
我们不要想这些那个啦，我们就是开始那个约会吧，要开始了吧 ？Dating starts， 好啦，开始了，我们来约会吧。啊，然后，你觉得他是看到谁了？不知道。你？哦，你喜欢？所以他不是看到谁啊？因为我看他在看旁边，还有以为他那个室友谁出现了。你喜欢那个动漫吗？代沟你喜欢吗？还好。那就 yes 啊。我才不会说我也还好嘞。最好是啊。Hey, me too. 所以我们去其他地方吧。我觉得我以后如果有约会，有机会跟别人约会的话，我会变成像那个 Elvis 这样子，就是没有话要讲，然后就各划各的手机了。千万不行这样子哦。虽然我觉得我应该会这样子。可是有什么好的地方去约会的呢？好，我知道了，我们去垃圾场约会吧。垃圾场是什么啦？我们来咯，这是哦，这是当初你跟阿娜约会的地方哦。我们找到很多好东西在这边，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玩下来，看很多商店的商人都很喜欢在那个垃圾场收集东西，然后拿来买。是这些怪物都有在垃圾场收集东西的癖好吗？可能哦。他真的。Oh no！ 他过来了，所以昂代真的要过来了。我不能让他看到我在跟你约会。为什么？因为，不，他来了。嘿，你来啦。而且，我真的觉得那个他那件礼服是昂代帮他挑的，因为昂代现在穿着也看起来很奇怪，都不像之前那样子了。嘿，你在这边啦。我注意到，就是如果你有送那个信件过去的话，这可能是个不好的主意。来不及了啦，所以我要这么做，因为他可能之后有想要说，那如果我这样给他信的话，他会不会觉得说是我在跟他约会？很抱歉的，我就是这样子了。啊，你没有？怎么样 ？Have you left？ 你看那个 Elvis 在那边发抖，你有看到他吗？没有。我想要捉弄他一下。Yes， 所以他在这附近。谢谢，我会稍微看一下的。最好是Elvis 躲在那边，然后他还看不到。Oh my god！ Well， I guess it's obvious。这绝对，我真的喜欢他。我说，就是不同于常人的喜欢他。对不起。我只是发现，你知道，这会变得很好玩，就是当你跟一个很可爱的，然后 pretend date with you to make you feel better， 假装跟我约会，让我感到比较好吗 ？Well， 这感觉更糟糕了。对不起，我再次搞砸了。王旦是一个，我觉得我真的很想要跟他约会的人。可是我说 ，is way out of my league， 不是说你不酷，可是王旦他很有信心，然后而且他很强壮，而且他很有趣。我只是一个边缘人。我是一个。不是啊，因为你都已经当上皇家的那个科学家了，所以你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啊。
我 have ever done is hurt， 我最后都只是伤害人而已。应该是说他不会跟别人相处啦，对啦。我已经跟他说很多次的谎了，他觉得我是比我真正的还要更冷酷的。如果他跟我靠近的话，他会找到真实的我。我要怎么做呢？所以你觉得他要告诉王代，不是，对，告诉王代那个事实，还是继续说谎？当然是讲实话啊。对吧？实话。对啊。可是如果我告诉他，他会讨厌我，这不是更好吗 ？To live your life is 不好啦，这样子一直活在谎言中也不好啊。我 choose where is it was 啊。他说做你自己，可是我真的不喜欢我自己。我只想要变成说，就是想要变成人类喜欢我的那种人。不，你是对的。每天我都很害怕，害怕说如果那个人类都，他们那些人都知道我的事实的话，他们都会那个感到，他们都会伤害到。可是我要怎么告诉王太事实呢？我没有信心啊，我会再搞砸的啊，我要怎么办？所以要怎么练习呢？Let's roleplay it. Obviously, let's roleplay. 两个都一样的，你知道我怎么选啊？啊 ，roleplay， 这听起来很好玩啊，所以我们是要模仿一下的是吗 ？OK， 我希望阿斯伯必昂丹。那现在会当哦，昂丹。那我当然带你当 Elvis 好了。不要，快一点啦，两个需要、那個。可以自己一人分饰两角。我不行。什么叫你不行？你可以。I will say what I， 我会讲那个，我觉得他会讲的。然后你就是告诉我说我要怎么做吧。半羊带感觉好可爱。Hey, Elvis, you look, 你看起来很可爱。Which I said often, but 因为我从来不喜欢你。昂带不会这样讲吧 ？Hi, 昂带 ，Can we talk to your you your one hot baby, Elvis?What's gotten into you? 你怎么敢告诉我这些？第一个，我是一个 baby knight， captain of babies， 好好的对待我，不然我会打败你的。我现在有点人格分裂，就是说，你现在眼前的。那个 Elvis 要扮演昂代，然后我现在是要扮演 Elvis， 所以我现在会有点搞混啊。随便啦，你要说什么话呢 Elvis？ 我们来那个 Elvis give you a kiss。 What? I could never Elvis， 你在做什么？我说 pushing you away fromYou shouldn't kiss me， 你不应该亲我的。可是你对这个很擅长。Because of what you done to those dating video games， 欸？好啦，没玩过这种约会游戏，我不知道。呵呵，我无法不亲你回来啊。那样。所以那个音乐变快，就代表是他变得超紧张的。I'm on that and I'm piling on the smooch。哇！
哇，等一下，你的那个穿着是非常的可爱啊，你是要干嘛的吗？等一下，你们两个在约会？昂达要生气了。我说不是，我说我们正在那个，就是两个在彩排。What？ 我说昂达，我是在跟你说话。What？ 关于什么 ？About 关于所有的东西。放弃翻译，偷懒。所以他都是告诉他那些那个动漫啊、人类历史啊那些什么都是都他跟他瞎掰的。我只想要那个对你那个造成好的印象。我只是想要让你说，我觉得就是让你觉得我很酷，我很聪明。然后我不是那些鲁斯。好啦，这个要分成输家啦。Elvis， 昂代，我真的觉得你很 OK。Elvis， 嘘。为什么上面突然出现那个篮筐啊 ？Elvis， 我觉得你很棒啊，我觉得。可是你没有认为说，你没有发现到，你讲的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关系。我并不在乎说你在看那些孩子的卡通哦，就是那个 Miu Miu Kissing Cuties 啊，为什么还记得啊？哦，然后或是看那些那个。第十书对我来说，这些东西就只是那个垃圾而已。就是我真正喜欢的是你的热情。You are an electrical. It doesn't matter what it is. 这就是不管说你是什么，你很在乎这个。100% as maximum power. 所以。如果你没有对我说谎的话，我也不想要跟你有任何的谎言。Elvis， 我想让你变得很快乐，然后我知道你需要做这个训练。为什么你的脚会伸得出来啊？球姐，这个垃圾桶下面是有洞吗？安在，你要训练我？What me？ 电灯泡出现。那 I'm gonna get Papyrus to do it。我要那个，就是让 Papyrus 来训练你。Get this bones shaking。你即将跑100圈了。Who think about you good you are? We are。真的吗？我要那个开始那个。计时器了，昂泰，我会，其他也是那认了啊。我的天哪、啊，他在开玩笑对不对？这些卡通，这些漫画，他们都是真的对吧？动漫是真的对吧？你觉得我要跟他讲什么呢？假的。可是，不行！你不懂我们这些人的心情，二次元还是很美好的，哈哈哈 ！I knew it， 这间那个很大的间，然后 Magical Princesses， here I come。Oh， thanks for here， 那个感谢你照顾 Office。
我并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可是看起来像是他们要给他更好的。Well， 我要去救他们了，拜拜。然后这是当初我们倒下的地方，这个当初是那个昂代把我给那个类似推下去的地方，然后我之后就叠在这边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下一集我们会到那个 Elphys 的实验室，对，然后里面待过你可能会大开眼界，对。Healthy, if it isn't a good friend, who trusts me?这是一个就是很有信任的朋友。Elphys and I finished. 好快哦，提早结束那个 training 了。我觉得是因为那个 Elphys 昏倒了 ，very early， 所以我送他根本就是昏倒了。所以现在我觉得 I feel strongly and for no apparent reason， 应该过去那边。到他的实验室房子。I have only good feeling about this. 所以他也在暗示我说我要到那个昂代的实验室。拜拜。拜拜。